好，大家好吗？听得到我的声音吗？听到我的声音的话就点个赞吧。听得到吗？可以了啊。OK，现在来看一下我们线上有多少个人？才19个人。大家准时一点，多一点人上，多一点人上。我现在这边才看到19个人。OK。为什么我在 Facebook 那边我没有看到我们有上的，已经开始了是吗？OK，好，来，让我来介绍我们今天服饰的团队，我们有 Jeffrey，我们也有刘杰在线上，我们有 Alan，我们有 Andy，我们也有 Sunny 在线上。Hello，大家打个招呼吧。Hello，你已经听得到我讲话了，很好，谢谢你。好，本来呢，今天应该是我们的教会营，但是由于疫情的关系，我们现在只能在线上聚会，不能在文东相聚，少了青山绿水。有些弟兄姐妹呢，在前几天就在群里表达了惋惜，希望我们要鼓励旺盛弟兄将你的心不了营 post 到我们的留言区跟大家分享。我们也期待我们的伊特弟兄来为我们唱这首歌，你们大家说好不好？如果想要伊特去唱这个心不了营的话，大家就在那个 Facebook 的 comment 那边 comment 叫伊特 tag 伊特 hashtag tag 伊特叫伊特唱歌好吗？大家有反应吗？好的，然后现在呢，要提醒大家，今天也跟每一周一样，大家要发自己的自拍照，在WhatsApp 的聊天的群组，过后 Alan 就会把你们的照片拿出来跟大家分享，大家要记得咯。接下来呢，我要考一考上个星期大家有没有专心。你们记得上个星期 Andy 他在他的讲道的时候，他就有说到喝牛奶吃快熟面的梗，我不懂你们多少个人有 get 到这个梗。所以今天的热身题就是关于 Andy 说的喝牛奶吃快熟面，第一个反应就是好好笑哦，牧师好幽默。第二就是白眼，我都不知道他在讲什么。第三就是下次先铺陈一下，让我有准备好吗？我怕我看不懂。所以你们有一二三可以选，那个问题呢，我们已经 post 在我们的聊天的那个群组那边了。你们听不懂我讲什么的，或者跟不到的，你们可以上去看，然后给我们一点反应，过后我们来看一下大家说什么，好不好？接下来呢，让我为大家回顾一下上个星期我们的正道 Andy 说了什么。上个星期的主题是受苦的好兵。我们虽然白白领受了恩典，但我们的心必定会受感召而有所回应，在恩典里刚强。 Andy 说了一些例子，好兵必会受磨练受苦，到最后苦尽甘来，成就了大事，例如李宗伟。然后他又提到了失传的武功，还有我们教会的好兵詹杰辉弟兄。你知道我将这两者联系起来的时候，我想到什么吗？我想到了杨过。对，杰辉弟兄就是杨过。为了让大家能够听到纯正的福音，他非常的努力，他跟太太慧敏都牺牲了许多。在这里大家给他们两个一点掌声，大家在 group 里面掌声掌声鼓掌，对吧？我相信这个时候在荧幕前面的那个慧敏，我仿佛可以听到他说：“哎，辉儿，辉儿，我们两职了。”所以，希他们两个能够为神所用，看见更多的人接受到真理。我相信这就是对他们两个最大的鼓励还有动力。好，废话不多说，在开始之前呢，让我带领大家做一个祷告，求神帮助我们今天的聚会。我们在天上的父，
我们感谢你通过你独生子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赦免我们的罪，赐给我们永恒的救赎。这完全是你的爱和恩典，不是靠着我们一点功劳。求你帮助我们，用我们的一生来赞美荣耀你，以回应你对我们的爱，帮助我们可以专注地参与线上聚会，领受你的话语，顺服你的真理。以上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而求，阿门。接下来呢，让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诗情和领唱，带领我们今天一起赞美荣耀神。渴望看见你。
一定长相，不将你来放生，震动这土地，复兴我们圣洁的温馨，我们欢迎君王降临，同心高举你圣洁的名，呼求天窗打开，真与不敌心，我们呼唤欢迎君王降临。Hello， 欢迎大家回来，也欢迎刚刚我们的诗情跟领唱，来，让我们再次让我们的胡适团队跟大家说声嗨，打个招呼吧。Hello，Hello，Hello， 我们听到 Alan， 我们听到 Jeffrey 的声音，然后呢，让我来看一看我们现在线上有多少人，我们线上现在有41个人了，好。让我看看有什么留言呢？我们看到 Sunny， 这些全部在有林秀莲说电视机没得看，只有看手机。那下次试下连续电视机试一下吧。我们还看到云站，还有雪儿、Carol、嘉玲都上了 ，Keith、Kit、子玲、Mark、惠思全都上了。很多的人都要求伊特要唱歌哦，所以伊特。记得要去练练心不了赢哦。另外呢，关于刚刚我给的热身题，我看了有好几个人回应，应该有一有二，有一有二，有一有二，应该大部分人选择的回应都是白眼，我都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所以这个就是我帮子阳牧师做的一点小小的调查，下次你可以收一下这个 feedback。我今天我也试过了，好像也不是怎么成功，所以搞梗这种东西那个时间要抓得很准。非常感谢大家的分享，也谢谢你们踊跃参与。接下来呢就到了我们读经的环节了。我们相信圣经是神所默示的，神通过圣经向我们说话，让我们能够更认识他，所以让我们祷告，求神帮助我们了解他的话语。上帝，你的话语能使人有得救的智慧，我们求你用你的话语教训我们，督责我们，使我们归正，教导我们学义，叫我们得以完全，并预备好行讨你喜悦的各样善事，奉主耶稣的名而求，阿们。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刘姐姐妹。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姐，今天我为大家读圣经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八到十三节，请打开圣经。要记得耶稣基督，他是大卫的后裔，从死人中复活，这就是我所传的福音。我为这福音受苦难，甚至像犯人一样被捆绑，然而上帝的话没有被捆绑，所以我为了选民事事忍耐，为使他们也能得到那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这话是可信的。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我们若忍耐到底，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否认自己。这是神的话语，感谢神。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子阳牧师，谢谢。听不到。好，大家好，刚刚开了麦，对，感谢 Danny 刚才呢，为我们做的这个互动。当然我认为呢，写21的我认为都是对我一个称赞，只要大家有反应，当然做搞笑的，就有自信，我们要不断的做，才会越做越好。
也非常高兴呢，我们再一次的就能一起来聚会。我们这一次呢，继续的我们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的讲道。好，你先看我们的 PPT 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不能否认自己的神第八节到第十三节。这里呢，来让我为大家呢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也能通过这样的方式彼此鼓励专心聆听你的话语彼此学习彼此激励请你帮助我们在这段时间呢能专心聆听你的话语我们祷告你的话语会在我们的心中扎根也希望你的福音呢会撒种在还不认识主的人身上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这个疫情带来的影响呢我们都看到它继续的有对我们的生活有影响。我觉得应该很多时候呢，在这个时候呢，有很多人时不时的会想起呢我们在疫情之前我们能做的事情，因为现在很多事情不能做都会回想起之前那些美好的时光像连妮说的，像昨天我在我们的聊天室呢 WhatsApp 组里面就发了我们王道堂去年教会营的照片因为原本今天是我们2020年教会营的第一天去不了所以我们就去回忆去年的时光让刘杰看着看着就笑了，回忆之前那些旧正常的生活我觉得或许呢可以帮助我们度过我们现在我们今年非常不一样的生活非常被搅扰的生活我认为呢我们要去学习在这个时候呢有一个正面的态度我们要记得呢就算影响就算限制呢会长到一年或甚至一年半呢，我们要知道这最终呢只是暂时性的最终呢这些影响都会慢慢的消失，之后呢我们很快的就会做回呢之前我们能做的事情，就算2021年不能去教会营，我们一来2022年呢也会回到一起去度过那个美好的时光我认为我们要有这样的想呢，或许呢能减少我们当中的一些人呢一些不必要的忧虑让我们呢能很勇敢的面对这些困难的日子。但是呢同时我也在想呢这样的回忆这样正面的态度或许呢只能有非常有限的作用。我在想很多时候我们回忆起了之前美好的时光，之后呢我们现在还是依然要面对很多的困难。这些困难呢依然存在，当我们回到现实的时候。有很多时候呢甚至回忆之前的事情反而会让我们更忧郁。所以呢回忆我们之前的时光不一定是有益处的。但是呢今天的这段经文保罗却告诉我们有一个过去的事件让我们回忆呢绝对是一定会带给我们益处的。绝对是呢我们要常常去回忆的那之前那个事情。我们看我们 PPT, 下一个 PPT 的第一点，我们要记得那一个人的事件。在这里刚刚我们刘杰为我们读的在第二章第八节，保罗告诉提摩太，你要记得谁呢？你要记得耶稣基督。要记得耶稣基督的什么呢？他说你要记得他是从死人中复活，是大卫的后裔。可能我们会说呢，为什么保罗在信的中间这里呢突然要提摩太 记起这个呢？我们要记得那是因为呢提摩太要为了福音而受苦，所以呢保罗呢要提醒提摩太他在受苦的时候呢会有以后的确据的盼望，而呢提摩太以后确据的盼望呢是根据在呢之前所发生的事情，是根据在呢提摩太所相信的那位耶稣基督他之前所成就的。那位提摩太所相信的耶稣所成就的呢就是从死人中复活的这个重要事件。这个呢
耶稣基督的死从死人中复活呢，也代表着相信耶稣的提摩太呢，也能够盼望个以后有那个荣耀啊的新生命。因为呢，我们都知道保罗的福音，提摩太所相信的，告诉我们，耶稣呢已经为他相信他的人呢，战胜了死亡，通过他在十字架的死，为所有相信他的人战胜死亡，所以呢，提摩太的未来是有确据的，因为呢，那断定他未来的世界，那复活耶稣的复活呢，已经发生了，是一个确实的历史事件，这个就是呢，保罗要提醒提摩太的。而这里呢，保罗再加上呢，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后裔，那他要强调的是什么呢？这里应该就是要强调呢，耶稣是有肉身的一个人，他是大卫家中的其中一个后代。这里呢，要强调的就是呢，耶稣基督是真的人，他是真的死了，他是真的复活了，是真正的一个人得到了第一个的从死里永远的复活，这是确实的不是像某些异端的教导说耶稣是神但是不是真的人也没有真的死也没有真的复活，这个呢是保罗这里要强调的他是大卫的后裔，真的人，他也真的死了，真的复活了，你要记得这个重要的历史事件。而呢，我觉得同时呢，当他要说大卫的后裔呢，他也要同时再强调呢，这个复活，耶稣复活的事件呢，是早在旧约的时候呢，神就已经在旧约的历史里面预言了，这个呢是早在几千年前呢，神就已经开始了这个救赎的计划这个带来复活的生命的这个救赎。所以呢，这里呢，这个大卫的后裔从死人中复活的耶稣基督，保罗说呢，在第八节继续说，这就是我所传的福音你要记得这个之前的事件是确保你未来的盼望。然后呢，保罗继续在第九节说，我就是因为这个福音，甚至呢像犯人一样我甚至呢为这个福音，第九节保罗说，我为这个福音受苦，甚至像犯人一样被捆绑。我们去想一下这第八节跟第九节连下去所让我们看到的画面，这个会带来复活生命的福音，却是让保罗像犯人一样的被囚禁这个就是这个复活的福音让保罗被囚禁的原因。你不觉得这其实上是一个很大的矛盾吗？带来福音的带来生命的福音却让保罗受苦。其实呢保罗就特地的要带出这个强烈的对比保罗呢要告诉提摩太的是，或者是要告诉提摩太，你受苦的时候要记得以后有复活的确据。他其实呢也是要再告诉提摩太，你看我的生命，我不只是之前受过苦，我现在依然是受着苦的，而且我受苦呢一直到我生命的尽头，很快的我就会因为福音而被处死。但是呢所以呢我觉得保罗要说的就是呢那个复活的生命是以后耶稣再来的时候才会发生的，但是我们这些传福音，而且我们相信福音的人，是现在在我们的生命呢是还不能得到这个复活的生命，我们是一直的受着苦的为这个福音而受苦。我们要记得那个耶稣从死人中复活是以前的事件，是肯定了我们的以后的未来，不过那个以后的未来还没有来到，依然是未来。我们现在有的呢的生命呢是继续的受苦，像我的生命一样不只是之前受苦，现在也受苦，继续的受苦呢直到我生命的尽头的尽头。这是保罗这里呢要表达出来给提摩太的。
保罗这样提醒提摩太呢，啊，其实同时呢要反驳那些假教导，那些说呢，啊，其实复活已经来了，复活荣耀的生命，啊，已经开始了。如果你看你的圣经在第二章第十八节，啊，那边保罗就说到，啊，有两位假教师许弥乃和腓力图，啊，第十八节说呢，他们偏了真理，说复活的事已过去，败坏了好些人的信心。啊，复活的事已经过去，我觉得他不只是说呢，啊，耶稣基督已经复活，啊，而是说呢，我们啊，基督徒一起和耶稣复活的事件已经过去了，啊，已经开始了，已经发生了，啊，像我之前说的，好像在两个星期前说的，啊，这里的教导就是呢，啊，那个啊，复活荣耀的生命，不是我们在未来等待的，啊，那个复活荣耀的生命呢，啊，现在我们就可以开始，啊，跟保罗所说的，我依然是受苦的，啊，在等待那个荣耀的生命的那个教导呢，是很不一样的。换句话说呢，这些人的假教导说的就是呢，啊，现在不用受苦的啊教导。或许他们就会说，为什么基督徒还要受苦？神给我们的祝福现在就开始了，现在就是我们要去拥有的复活的荣耀啊，已经开始了。所以呢，这边保罗给我们看到的就是，就连他这个是福音的使徒啊，传扬福音的啊，这个重要的人啊，就连他自己的生命呢，都是从头受苦到尾的。荣耀的生命呢，是这个啊，这个世上的生命之后才会来的啊，不是这个世上的生命的时候啊是有的啊。他说呢，这个才是啊真正的耶稣基督的福音。现在受苦，直到生命的尽头，以后耶稣来的时候呢，才会有荣耀。而那些呢，现在具有荣耀的生命呢，是假的教导。这个是保罗要强调的。其实呢，我们要察觉啊，教导基督徒呢，现在具有荣耀生命啊，教导基督徒现在就会有多姿多彩啊的生活呢，的教会呢，其实有很多的。满街的都是，你有察觉吗？如果你去听一下啊，别个教会的讲啊，其他有些教会的讲道啊，或者说是去注意他们所要传达的讯息，就是要告诉我们啊，很多这些教会的教导就是，我们现在呢要尽量的啊去发挥我们的潜质啊，去享受我们能享受的生命。其实呢啊，我要说的一句话就是呢，这些教会。啊，跟这些牧师呢，啊，其实就好像一些卖假产品的销售员一样，啊，像那些假啊卖假产品的销售员啊，都会答应，都会告诉你有一个产品呢，啊，是你不用受苦，很容易的就能达到很好的效果啊，这样的一个推销啊，说啊这个是一个啊特别的啊药粉啊，很特别的从喜马拉雅山的神药啊，你只要每一天喝一小汤匙。一个月呢就会瘦十公斤，不需要受苦，不需要运动，也不需要节食，就会得到很好的身材。我觉得其实那些在教会的假教导呢，也是这样的一个假产品的一样的一个效果很多时候呢这样的假产品不但呢是不能让你减肥而且呢或者呢还会闹出人命。所以呢保罗这里要提醒我们基督徒，我们所相信的那个真正的福音确实是带来复活生命的，那个复活的生命呢是我们非常可以肯定的，因为耶稣基督的已经复活了。但是呢，我们这些领受这个真正福音的人呢，我们现在的生命呢是会受苦的，荣耀的生命呢是以后才会体验。但是呢，我这里呢，当我让我们清楚明白了这个什么现在是什么时候是受苦，什么时候是荣耀的这个分别呢但是我要声明呢这不代表我们现在呢在我们现在的生活，当那个耶稣还没有带来的时候，不代表我们现在不能体验任何神所动工的力量可能我们就认为那么代表我们什么都感觉不到吗？
我们只是靠空知识啊，去盼望那个啊荣耀的生命，那盼望神的力量嘛。或许很多人就是会以为，就是说呢，啊，以后才荣耀，以后才有啊，才有真正的那个啊祝福啊，就代表我现在啊感受不到神的力量啊。所以这边我要声明说呢，啊，不是说我们感受不到神的力量，我们感受不到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动工，只是呢，我要说呢，就是呢，那个我们感受的力量是非常不一样的。其实啊，我们要知道，就连在我们受苦啊的时候，就是在我们忍耐啊，不是有多姿多彩啊，那些所谓那些所谓世俗的丰富的荣耀的生命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还是体验着啊圣灵的力量。而那个力量呢啊，不是去感受世界所要追求的那些感受，那个力量呢，不是去追求世界所要感受的喜悦，而是呢体验神赐下的那个圣洁和敬虔的生命的那个力量啊。这个圣通过圣灵神的动工，让我们有了这个圣洁和敬虔的力量，很多时候呢是跟受苦的生命是并存的。或许呢，我会说呢，很多时候就是在往往是在有意义的我们受苦之下呢，我们更锻炼出来呢这个有力量的圣洁和敬虔的生命。所以呢，保罗这里所要告诉我们，保罗所传的福音啊，是以敬虔和圣洁的力量受苦，而不是现在就享受世俗的荣耀。现在是敬虔和圣洁的受苦，而是等待最后那呢，我们会享受完整啊的荣耀啊。这个是啊，保罗这里要提摩太看到啊，要我们去领受的。接下来呢，保罗啊也继续说啊，当然受苦对我们这些领受福音的人啊是必然的，是一定会我们经过的。但是保罗也继续说啊，受苦也是其实是很有目的性的啊，很有目的性的啊，受苦也是很有目的性的啊，受苦不一定是不只是必然的啊，受苦也是为了其他人能得到救赎。我们看我们 PPT 的第二点啊，为那一些人忍耐受苦啊。之前呢啊，我们停在那第九节啊，保罗说呢，我为这福音受苦难，甚至像犯人一样啊被捆绑。接下来那一句呢啊，保罗就说呢，但是神的话语不被捆绑。保罗要说的就是呢啊，我现在是被关在监牢里面的，但是呢神的话语却是不被约束，还是呢继续的啊被传下去啊。那么啊，这里保罗说呢，神的话语会继续被传，会继续的动工啊。你认为保罗具体指的是什么呢？那我们下一个投影啊，给你们啊三个选择。选择一啊，是他保罗说的，就是呢啊，保罗在监牢，但是呢其他同工还是继续的传福音。或者第二，保罗啊在监牢，但是他还是可以传福音啊，传福音给监牢里面的人啊，或者说写信传福音啊，或是鼓励其他基督徒。或者第三，保罗在监牢，但是呢啊领受保罗福音的人呢继续成长。OK， 你们可以像刚才之前一样，你们觉得是一还是二是三呢？你们可以现在快快的啊放上你们的那个啊面子书留言 ，OK。你们是不是以为我要拿牛奶吃面的，或是要吃火锅啊？不会的，这个星期不会这么做啊，不然呢 ，Danny 就要投诉了啊，怕我抢了他的风光。好啊，现在呢，你们写什么呢？啊，其实呢，啊，这是一个 trick question 啊，其实呢，这一二三呢，啊，都可以包含在啊保罗说的这一句话啊。我认为呢，三个同时都是对的啊，这三个呢都是。那个具体的状况啊，为什么保罗说呢？啊，虽然我在监牢里面啊，但是呢啊，福音还是继续传下去啊，福音的效果呢还是在继续运行着的啊，就是因为啊福音的工作啊，神通过他的话语所做的工啊，还是继续的
有力量的在进行着。所以保罗说呢，就是因为这样啊，所以呢，我为了选民事事忍耐，第四节啊，我为使呢他们也能得到在那基督耶稣里面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啊，因为神的话一直要动工，所以呢，我可以为了选民什么的忍耐，让他们得到耶稣基督里面的救恩和永远啊的荣耀。这边保罗说呢，他甚至可以甘心的忍耐辛苦，他甚至可以喜乐的忍耐，因为他知道呢，他的付出是能为其他人也同样带来那个复活的生命啊。这个复活的生命呢，保罗这里说呢，是永远啊的荣耀啊。这里所谓的选民啊，是指什么呢？啊，这里所说的选民呢，是指神所预定啊，神所拣选啊，会被得救的人。你去思考一下，保罗说呢，这些是神所拣选的人，不过同时呢，是我甘心受苦忍耐为他们付出的。啊，这里让我们看到这个所谓神的拣选跟人的责任的一个互动啊，这两个是并存的，同样是神的动工，神的拣选，他们才会相信得救。但同时呢，保罗也知道是需要他忍耐付出啊，是他需要为这些人的救赎，尤其做福音辛苦的工作啊的这个责任啊，两个啊是并存的啊。保罗这里说呢，就是因为他们会得救，通过我的劳力而被得救，所以呢，我甘心受苦，我甘心忍耐啊，不管是多苦，就算是在甚至在犯像犯人一样啊，在监牢里面啊，也都是我甘心去承受的。刚好呢啊，在这个星期呢啊，有一位姐妹啊，这位姐妹呢，她之前在王道堂啊有一段日子了啊，大概有一年多，但是之后呢啊，她离开了王道堂。那很突然的啊，她很多个月没有联系我了啊，刚好这个星期呢啊，她发了一个简讯啊，发了一个 WhatsApp 的那个留言给我啊，她刚好读到一个在网上一个基督徒网页的一个文章啊，说到这个作者呢是如何感谢他的牧师啊做牧养和桌脚的工作啊，所以他发了这个文章给我啊，然后跟我说向我说谢谢啊，向我说谢谢呢啊，之前啊那一年啊做他的牧师啊教导他的工作啊，很感谢神在这么巧的时候呢啊，让我更深的感受到啊，这段这里呢，保罗啊所说的啊，让我看到呢，确实啊，我的努力啊，我的付出是为了什么啊？就是为了像这位姐妹这样啊，继续的啊，活在啊基督的生命上啊，继续的呢，在灵里上成长。当然呢，也让我去想到啊，这也是我现在努力啊的原因啊，去看到呢，可能十年过后啊。二十年三十年过后，让我看到你们这些王道堂的弟兄姐妹，看到你们继续的成长啊，过着越来越成熟，过着越来越敬虔的生活啊，这个就是我现在啊忍耐的目的，现在呢去受苦付出啊的那个动力。当我熬夜啊，花很多时间要写好每一个讲道，把神的话语清楚的带出来，当我放下骄傲，尽量谦卑的服侍，当我尽量将所有的活动都要做得更好，尽我的本能，尽我的所能去清楚教导神的真理啊，让所有的弟兄姐妹都不会绊倒啊，让你们能继续喜乐的服侍神啊，这都是值得甘心的忍耐啊，因为呢，我会看到他之后呢啊，会在你们身上所带来什么样的果子。同时呢啊，这里我要鼓励你们啊，鼓励你们这些弟兄姐妹啊，和我一起做福音的事工的、啊、很多的弟兄姐妹，那我每一次我都会啊去强调的去重复的去强调这个事情啊，福音的工作是我们啊所有的基督徒一起去做的啊，我要鼓励你们，让你们去知道，让你们去让你们啊一直去晓得啊，你们为其他人啊，做福音的事工啊，也是非常值得的，也是值得，应该是你们甘心去忍耐的啊。当你们去啊，去放眼去想啊，当十年过后啊，可能在我们聚会当中
啊，只出现几次的非基督徒啊，可能在那个时候，在这个时候呢，福音的种子撒在他们的心里，他们没有相信。但是呢，十年过后呢，他们终于接受了耶稣啊，得到了这个啊荣耀的这个福音。还有或者就是你关心过啊，你鼓励过的弟兄姐妹啊，只是你关心他啊，跟他聊天啊，去鼓励他继续的啊活出神的话语啊，在他啊困难的生活当中啊，你会放眼看他二十年过后，他还是继续的忠心服侍神，真正的他啊，因为你照顾他的榜样啊，他也照顾了更多他身边的弟兄姐妹啊，这些呢都是你们现在受苦和忍耐啊所会结出啊的果子啊，这个是我们要彼此啊鼓励的啊一个事实。我们知道呢，在这个疫情的战争当中呢，啊，有一群人成为了我们社会的英雄，是谁呢？就是那些前线的啊人员，那些医护人员，啊，我们社会呢啊都感谢这些医护人员的付出啊。我们看下一个投影啊，就是在一个国家，就他们一个人在他的家方面呢，就说了一个谢谢啊，给这些医护人员，这些啊前线的这些人员。确实我们要再一次的啊感谢在这次疫情当中全世界的医护人员啊跟前线的那些啊人员呢啊他们所做出的牺牲。但是同时啊你们也要记得，你们为福音的辛苦，你们为别人救赎所付出的努力，也是一个前线很重要的工作啊，也是一个伟大的付出。这个世界或许呢不会感谢我们的努力。我们看下一个图影，就是很多时候呢啊我们啊就是这些我们平时做的啊，在读经查经当中啊，去彼此团契彼此鼓励啊，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前线的福音工作啊。或许这个世界这个社会不会感激我们的努力，但是你要知道，那些最终得救的人，那些最终持守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呢，他们会在天国感谢你们当时候的付出。所以呢，保罗在第八节到第十节呢，提醒提摩太啊，现在是会有苦难的，而且呢，以后的荣耀和复活呢是肯定的。然后他说呢，他们啊，保罗跟提摩太的受苦呢是值得的，是为了其他人的救赎。然后呢，在第十一节到第十三节呢，啊，保罗与一段类似一首诗的一段话。啊，来加强他那八到第十节的信息啊。这里呢，他以这段话呢啊提醒提摩太啊，继续再强调、再重申给提摩太啊，他的忍耐、他的受苦是值得的，因为呢，耶稣基督呢是永远信实的那一位啊。你的忍耐、你的受苦是值得的，因为啊，耶稣基督是永远信实的。我们看我们的啊下一个 PPT 啊，我们的第三点。啊，不能否认啊自己的那一位啊，我们一节啊这段类似一首诗的这四句话啊，有四句话啊，我们一起看啊，从第十一节开始啊，那第一句话，那边说呢啊，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这里呢，所谓的何谓的是跟啊耶稣基督一同死呢？啊，这里说的就是呢，在耶稣呢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耶稣他自己的死亡的含义和作用呢，同时实现在我们的身上，那就是我们与他同死啊这个总结啊。那可能我们继续要扩展，继续要明白啊，耶稣的死的含义是什么呢？啊，耶稣的死呢是为了偿还啊，说慢点，那大家就听不清楚了啊。耶稣的死呢是为了偿还呢罪孽所带来的审判。当耶稣死的时候，他就带走了罪的审判，罪的审判呢被挪去了。而耶稣死后第三天复活，就显明了那个罪所带来的死亡已经被耶稣战胜了。所以呢，当我们基督徒，当我们相信耶稣是为了代替我们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呢，这就算呢好像我们已经被惩罚了。当我们相信耶稣的作为的时候呢，就好像我们也一样
死在十字架上面，只是呢不是我们自己死在十字架，而是耶稣代替我们每一个人死，代替我们每一个人啊去承受那个惩罚。所以呢，当我们真诚的相信耶稣这位救主在十字架所成就的啊那个重大的那个事件呢，我们就是同他一同死，而我们也一同和他在第三天过后一同和复活。这就是保罗重申他之前所提醒提摩太的，就是呢耶稣那以前已经发生的复活，就是我们以后的复活的盼望啊。但是呢我这里可能要强调一个重要的含义，就是呢当我们说我们是和耶稣一同死的时候啊，我们要知道呢这绝对不是说呢这绝对不只是说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啊。那我再解释我要说什么，就是我们和耶稣一同死不是只是单单等于我们相信，和耶稣一同死不只是单单等于我们思维上和知识上的认同我们和耶稣一同死，一起和耶稣死呢也是包括我们真的相信我们活在罪的肉身呢确实是要被致死，是要相信呢我们确实是需要有一个新的圣洁的生活，只有神能赐给我们。所以呢和耶稣一同死不只是思维上跟认同上不只是思维上跟知识上的相信，和耶稣一同死呢也包括呢我们要致死我们现在罪的行为，要砍断我们罪的思想。所以呢总的来说呢，相信我们和耶稣一同死是包括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行为当中是向罪死而是向神活，和耶稣一同死呢是包括我们向世俗的价值观死，向神美好的律法而活。我认为呢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强调。很多时候呢我们都没有很好的行出来，也是为什么呢，很多时候呢我认为呢我们基督徒有一个问题，就是呢我们知识上知道我们因为信心会与基督一同死，已经而一同死了，我们在知识上也知道呢我们最后会与耶稣一同复活，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并不是很能体验到那个复活的生命，或是我们不很难去渴望那个复活的生命。为什么呢？我认为呢或许是因为我们只是知识上的更多与基督一同死，而没有在更多的在肉体在我们生活习惯上跟耶稣一同向罪死。我们很多时候呢还是呢在向世俗的价值观而活。所以呢我们知识上信心上知道呢我们要和保罗和提摩太一同受苦，但是或许因为这样的问题我们并不是很喜乐的去受苦，因为呢我们还是在追求这个世俗的喜乐。我们要知道呢很多时候呢就是当我们一直在向往着世俗和那掺杂有罪的喜乐的时候，我们就很难去体验那种忍耐过着敬虔生活的喜乐。那我再说的是很多时候就是当我们一直在向往着那世俗和掺杂有罪的喜乐，就很难看到那个敬虔圣洁生活的喜乐你要真的是去除了致死了那些世俗有罪的价值观，你才能更受的更能的体验那个神要给你那个忍耐圣洁的喜乐。给你一个给一个很快的例子像今天早上呢我起来的时候很多时候我起来的时候吃了早餐今天要开工写讲道的本来呢我打算是在吃早餐的时候呢顺便看一个20分钟的YouTube 的视频然后才开工。因为平时呢都是以看视频看 YouTube 来放松来去得到一些娱乐，但是呢后来却想到儿子很多天没有做功课了所以呢我就叫他们做功课，就帮他们做他们的数学题，做他们马来文题结果一边吃早餐一边帮他们做工后来还觉得其实没有看了 YouTube 还是一个蛮享受的一个过程
享受呢帮我儿子看他们成长跟他们一起去辛苦以往呢或许我会认为呢帮助他们做功课只是一个负担帮他们做功课很辛苦很烦因为减少了让我能看视频的时间但是呢当我真的放弃了那个视频的那个娱乐暂时放下了之后呢当我真的去投入再去帮助他们去跟他们一起度过那个时光我就有空间更深的体验这其中的意义和喜乐所以呢这里保罗说呢我们要真的一同和耶稣死一同和耶稣复活是在我们全部的生命当中都向罪死向他而活好下一句第二句这边说呢我们若忍耐到底也必和他呢一同作王这里所说的忍耐呢是继续建立在之前那第一句的教导说的就是呢我们在信靠耶稣上面的忍耐当我们一直去活出信靠福音的生活当我们一直忍耐直到生命的最后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就会有确据在神最后的国度降临的时候我们会和耶稣基督一同统治整个宇宙这个是呢耶稣基督告诉我们的应许给我们的承诺当然呢我们这里有没有知道这里不是说呢那我们以后能享受最后的荣耀是我们的忍耐所换来的酬劳不是这样的一个逻辑我们要知道呢我们不管付出的再多也不足够来换来呢神给我们的荣耀不管我们忍耐的再多少过了再多为神活的生活神赐给我们的统治跟荣耀依然纯粹是他的恩典依然是他极大的怜悯不是我们的酬劳这里保罗不是要说这些是我们的酬劳这里保罗要告诉我们让我们清楚知道的就是呢我们的忍耐一定是值得的一定是值得的因为神一定会给我们最后的奖赏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可以忍耐付出那是第二句我们若忍耐到底也必和他呢一同作王第三句呢却换了一个方向从之前前两节的来从前两句的鼓励变成像是一个警告这第三句第三句呢这里保罗说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这边说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所以之前保罗说为耶稣而忍耐而受苦是值得的但现在呢他转换了那个语气他说可是如果你不忍耐的话你另一个选择是什么呢你另一个选择就是否认耶稣基督而否认耶稣基督呢的后果就是也是相反也是忍耐的相反的也是会得到被耶稣否认的结果就是呢耶稣会让我们自己承担我们那个最可怕的后果那个第三句所说的我们若如果我们不忍耐不受苦而否认耶稣的话呢我们也会被耶稣否认 OK 然后第四句很快的我们到第四句这里说呢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 OK 这里或许可能大家不是很能明白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是说什么我们看下一个 PPT 一个其实呢也可以翻译成我们纵然不信实或者我们纵然失去信心他就是耶稣呢他仍是信实的因为我们纵然不信实耶稣仍是信实的这一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同样的这里会 让大家有两个选择来去互动说是哪一个哪一个意思我们看下一个 PPT 这边所谓的我们纵然不信实他仍是信实的是不是说第一个如果我们暂时信心软弱所谓的就是失去不信实或失去信心我们若暂时信心软弱耶稣依然会保守我们基督徒或是第二个
我们如果真的失去信心，耶稣呢就会依然以他的信实审判我们。那你看到吗？两个很不一样的一个意思啊。第一个就是我们暂时软弱，耶稣会保守基督徒。第二呢是其实是说到我们最终如果失去信心的话呢，耶稣就会以他的公义、他的信实去审判我们的失去信心。那你们认为是什么呢？这真的是口渴了，要喝一杯，喝水啊，不是耍花样。其实呢，有一些学者会说，第一不过我认为比较有可能的是第二个所要说的是第二个。如果我们失去信心，耶稣呢，他依然是信实，就是以他的公义审判我们。OK 这边就是说呢就算我们不信实于耶稣，他还是信实于他自己的话语。OK。就算我不信他的话语呢，他还是会信着他自己的承诺，自己的话语，就是拒绝他那些不相信他的人。那我觉得就是为什么呢，在这个第十三节的后面这边加上了这最后一句因为呢他不能否认自己。OK? 我们不信实，他就会信实的审判我们，拒绝我们，因为他不能否认他自己。Okay? 因为拒绝耶稣就会被耶稣拒绝。这个是绝对公义的，那是神所有的公义耶稣不能否定他自己的公义如果我们违背了这个公义呢，他就要依照这个公义去审判我们这个呢因为他不能否认自己，也其实和之前那一段是关联的，也是之前那一段的基础你记得这段说，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如果你去跳着去读的话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因为他不能不认他自己。Okay? 你们知道吗耶稣是宇宙的王，耶稣是宇宙的中心，他不能否认他自己的这个地位。所以呢，否认耶稣的人就一定要被宇宙的主否认，被踢出这个宇宙，被踢出神的国。如果耶稣呢不赶出不否认那些对抗他的人，他就是否认他自己的地位。这个就是这里所要说的。所以呢这个就是保罗在这边最后两节所要给的警告同时呢也是看这个警告的基础是什么，是因为这个信实的耶稣是绝对不能自我否认。但是呢我们要知道，你回到一个圆圈呢，同时呢这个不能否认自己是警告的基础，也同时呢是之前那两句，第一句跟第二句呢那个美好的应许，那个确据的基础。耶稣不能否认自己，对抗他的人一定会被否认。同时他也说过了一切接受他的怜悯，接受他的救赎的人，他一定会给他们他自己已经许下的一些那些祝福那些会忍耐的人到最后受苦的人，耶稣一定是信实的一定会让他们得到最后的荣耀。所以呢这个回到来呢，其实这个绝对耶稣是不能否认自己耶稣是绝对信实的，同时有两个层面他信实于他的公义，他一定会实行他的审判，他也一定会信实于他的应许，他怜悯的应许，和他一同死的呢一定会和他一同复活。这边呢总结了，让我们保留了，让我们看到呢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值得靠谱的，是值得呢我们投资我们所有的生命的很多时候呢当我去回想起我们的生命回想起我们之前我做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将我们的时间和精力呢投资在不同的事物投资在不同的嗜好如果我们回头看的话，或许我们换了很多嗜好换了很多方向。很多时候呢是因为我们之前的嗜好我们已经厌倦了，或是呢我们之前的事物已经落伍了之前的事物已经对我们缺乏用处了。
很多时候呢我们会转换投资啊，转换啊方向啊，但是呢啊，我们啊千万不要让投资在福音的这个生活呢也是那么样的啊，会转换或是呢只是一个暂时性啊的阶段啊，不要因为新鲜而相信耶稣，然后厌倦了而离开耶稣。这里说呢，因为耶稣基督是永远信实的，他是值得我们永远的投入和去投资的啊。你要知道，对于耶稣基督所给的救赎，所给的福音，是不会到一个地步是当我们投入太多或投资太久，我们就会觉得厌倦，那是不可能会发生的。当我们基督徒真正的是越投入越投资越久的话呢，我们其实就会更能体验神的智慧跟神的荣耀，更能看到那个我们所需要的新生命，我们会越来越喜乐的过着那个忍耐敬虔的生活。我们投资越多绝对是不会厌倦福音的。我们为什么会厌倦福音呢？很多时候呢是当我们被世俗的罪所诱惑了，当我们又带回到世俗的价值观，那时候呢我们才会对耶稣基督的福音厌倦。最后呢，让我们总结我们今天的经文所看到的，耶稣是绝对信实的，我们信了他的福音，我们就和他一同死，一同向罪死，我们也知道我们一定会和他一同复活，我们已经一同开始过着这个复活的生命。也是因为这个切据呢，我们能甘心受苦和忍耐，我们也能为其他人的救赎而付出，因为我们确实是体验过神的美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请你帮助我们，确实让我们建立在我们对福音的信心，而让我们相信我们在信靠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时候，我们是和他一同死了也一同复活了。请你帮助我们去更多的去体验这个一同死的含义让我们呢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一直的去向罪死去向你而活，让我们不被这个世界所诱惑，让我们不被在我们生命当中确实有很多的假教导被困扰被缠绕被迷惑让我们忠心的去明白去服从这个带来真正荣耀的福音但是要我们现在去受苦忍耐以敬虔圣洁的生命去领受你的力量也请你帮助我们在我们回应你的话语，在我们回应你这位信实的神，也请你帮助我们去学习如何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去学习如何像你一样的信实请你帮助我们去学习如何去信实于你告诉我们是重要的事情，信实于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关系，我们的配偶跟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去关心他们去照顾他们。我们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而去，阿们。好，同样的我们待会会有一段问答时间，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你可以放在我们的这个面子室的留言处现在我们请我们的诗星和领唱带我们唱一首回应诗歌。请愿将恩
牧师，永怀弟兄问，彼得曾经三次否认基督，如果根据十二节去了解，是否也表示基督否认他，要如何去定义否认基督？对，可能这是可能让我们一些人困惑的一个事件。我觉得确实，那时候彼得是犯了一个很大的罪啊，他否认耶稣。可是呢，我们知道耶稣在之前也就已经知道会发生，他也呢会施怜悯给彼得，所以呢，我们看到很明显的之后呢彼得会得到他犯罪的那个怜悯最终呢还是持守耶稣的 ，OK 所以我觉得所以就我觉得这个让我们看到，我觉得很多可以说了，让我们看到神的怜悯咯，也看到神的忍耐不是说你刚好犯一次错了，对不起，没有了你就拜拜了我们也同时看到神的保守跟神的宽容，神一直给我们机会回到他身边所以你看，其实你可以跟彼得跟犹大做个对比，其实犹大也是有可以，就连他我都认为。在严格来说是可以有忏悔的余地的，可是他没有忏悔大概是就这样子的。我觉得所以我觉得对我们来说，我们重要不是说看到底哪个人是已经是否认的我觉得这边是一个警告，也是一个呼吁让我们不要最终的永远的去否认神我们也不用太，就我觉得总的来说，我们不需要太担心说我现在是什么样的状态是否认吗还是什么，我是不是还有机会，不是的我觉得那个状态是我们一直要得到那个警告，得到那个鼓励，要回到神那里，不要否认他。因为就算你是慢慢是好像偏离了教会或什么，你要如何对那个人去鼓励他呢？你就说神还是希望你回到他身边的。因为我觉得是这样的看啦，所以我觉得我们不需要去评断到底谁到底真的是否认的这边要告诉我们千万不要你最后的那个状态是否认的你要回到。好，第二题这是由上华弟兄问的，请问我们能不能这样理解，
相信耶稣其实就好像打一场持久战，因为敌人开局强大，我们无法立刻体会胜利，故只能一步一步的走向神的荣耀。当上华说 OK， 我们不能马上立即体会胜利，我在想你是不是在说我不能马上就所谓就很能活出神要我们活出的生命，或是呢很容易就享受过神的生活啊。如果你是这样子说的话，我觉得对啊，就是我觉得不是因为那个敌人强大，不是因为魔鬼强大，是我们自己的罪，我们陷入罪太深了啊。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是需要慢慢的去从神的话语跟神真理神圣灵动工，让我们越来越喜悦神的生活啊。所以确实对的我们一开始可能都觉得过今天的生活很乏闷，很辛苦，很受苦啊。但是呢可能我们越活多了过后呢，我们觉得确实是喜乐的，不过不代表是没有苦难的成分了，你知道吗？不是说没有辛苦的成分啊，只是你不会觉得它是厌倦或你不想要的啊。如果你说的是这样的话啊，如果你说的就是所谓的我们信心不够强啊，是什么啊？还是我们要越战越多才会得到的最终的胜利呢？啊，我觉得那个是不对的啦啊。就是说，在于我们胜利呢，其实当我们相信的时候呢，我们就完全的得到战胜死亡的胜利，因为我们相信的是耶稣基督的那个力量 ，OK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责任对我们要一直去活出来，不过我们也是一个欣慰，就是同时是我们知道是神的怜悯，就是神的动工是神的那个持守，是让我们继续下去的不是，我觉得同时是我们要回应，要有责任，不过同时也不是最终靠我们的努力，你知道吗？如果是最终是靠我们的努力的话呢？我们怎么得救呢？我们就要靠神的那个大能的恩典，让我们能得救的。例如你的密宝在说什么？好，你要有另一个问题，对不对？对，第三题是由慧明姐慧问的。如果认为是第一点，关于第十三节的话，对我们有什么危险吗？我觉得是也没有什么危险啦。我觉得，因为像我说，像我后面拉回来，就是同时是一个警告，耶稣是信实的，不过同时那个基础也是一个呼吁，一个鼓励嘛，让我们软弱的时候，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信靠耶稣的，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也不用我觉得这边比较主要的那个问题是到底这句话在讲什么 ，OK？当然我不能100%说一定是第二个我可能只有95%的那个肯定 OK， 我们也不能说这个一定是保罗的那个意思不过我们想说如果我觉得那个第一个很不对，我觉得那个就好像说如果你信心软弱不要紧了啊，神会帮助你我不认为那个是圣经说要给我们有的态度了，就是 OK， 如果你软弱不要紧神会帮助你，就好像let God let it go， 我不觉得是圣经给了一个观点当然圣经给我们很多的鼓励，也告诉我们是神的恩典是神的动工，不能说对那些失去信心的人呢圣经给的就是你要站起来，你要回应，你不要硬着你的心所以我就为什么我觉得那样的解释应该不是保罗要说的，也不是非常符合圣经其他地方所说的所以我觉得不是说如果我们觉得是第一次这样就是我们有危险，不是啦，我觉得我们要避免就是说 OK 去所谓的脱卸，就是好像去没有去执行我们的责任就是当我们信心软弱的时候就觉得这可以神会帮助我们我觉得所以说不是那个经节的解释是什么是危险的，是我们要怎么样对的回应 OK 好，把其他时间交给圣彪。好
好，谢谢子阳牧师。现在呢，就到了我们宣读《使徒信条》的时间。《使徒信条》是我们基督徒世世代代都坚信的真理，让我们一起监督宣读我们的信仰。来，我们一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宇宙万物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着圣灵承运，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阿们。好，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圣经上屡次劝我们承认一切罪恶，不可在全能上帝天父的面前隐瞒，当存谦虚痛悔顺从的心承认罪恶，这样才可以靠主无穷的恩惠慈悲得蒙赦免。让我们用一点时间去承认我们的罪。好，现在让我们有请会众跟我一起念认罪文。我们一起，全能的上帝，我们的天父，我们常在思想、言语和行为上得罪你，又得罪人。因我们的无知、软弱和自己故意犯的错，我们应当做的不做，不应当做的倒去做。我们痛改前非，决心忏悔所有的罪，因着圣子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求你赦免我们以往的罪恶，施恩使我们能以新的生命侍奉你，将荣耀归于你的圣名。阿们。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次献上，担当了许多人的罪，上帝必会赦免那些向耶稣基督寻求怜悯的人。阿们。谢谢子阳牧师，还有谢谢姐妹弟兄。现在呢，就让我来为今天的正道来做一个总结。第一点，我们要记得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刚刚子阳牧师也有提到，在这段行管令期间呢，相信大部分的人都过得不是很好，但是日子过得再苦也总要过，对吧？要不然还能够怎么样呢？保罗在这里他给我们的鼓励就是，我们能够时常仰望耶稣基督，尤其是在我们受苦难的时候，更要刚强壮胆，信靠耶稣基督。因为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对未来是有确据的，我们对永生是有盼望的。第二点，就是为别人忍耐受苦。这一个呢，我就觉得对我个人来说是非常非常有挑战性的。昨天我们在我们的小组的时候，我们就有讨论到，我丝毫并没有觉得我为了别人能够接受福音，我受了什么苦难，我受了什么很大的侮辱还是折磨，没有。然后我们的小组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姐妹，就是 Auntie Sarah， 她也提出了同样的看法。就让我回想，就是有时候我们即使是在教会里面面对着弟兄姐妹们，但是可能就只是一个行个方便，送他回家，还是搭个便车，还是帮他们祷告，我们可能都会嫌麻烦。更何况这里保罗他所体现出来给我们的，他是那一种可以为了福音，为了让别人能够接受福音，他是可以奉献上自己的生命，甚至进监牢的。所以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地方。刚刚子阳牧师也有说到，这可能是跟我们
沉溺于我们世俗的喜乐，这是有关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可能大家也可以更多的去思考，我们要如何去去掉这些世俗的喜乐，让我们能够活得更敬虔。也祝愿先感恩神是信实的，因为他必不会否认自己。祝愿所有的弟兄姐妹能够越来越喜乐的服侍主。最后呢，就让我来带领大家做一个欢送的祷告，然后我们一起，这个是我说的，不好意思。主耶稣基督，求你使圣灵充满我们，差遣对你话语充满信心的我们，把你的救赎告知全世界。以上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而求，阿们。愿你们平平安安的去服侍主，靠着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姐妹们，今天我们正式的聚会就到此结束，但是我们的团契依然继续，希望我们在聚会过后呢能够继续交谈，彼此鼓励，活出神的话语，也可以彼此分享和祷告。希望你们能够继续留守，然后每下个星期在同样的时间下午5点，希望能够继续见到大家，或者等一下你可以直接去到 Andy 的聊天室那里跟大家继续的交流。好，我们下周见，拜拜。